什么？你现在人在哪儿呢？哦，行，我现在就赶过去。拜拜。喂，系统，能帮我个忙吗？哎，搪瓷盆太重了，接了水只会更重。你不是说你妈妈的腰不好吗？塑料的吧？啊。小美，还是你想的最周到。这些破事都解决了，以后咱们终于可以安安静静的过日子了。那也不能完全放心啊。喂。怎么了？快走，快走！哎，小美。哎，既然你们家小包总不在，那我就大发慈悲，陪你去逛街、看电影、泡吧、KTV， 好不啦？嗯。哎，你别说，你的个子小小的，头还蛮沉的。哎呀，晚上才飞上海呢，你就不要在那瞎忙活了，行吗？我们去找好吃馆子吃饭去吧，好吧？我又不跟你谈恋爱，你干嘛带我去吃饭？哎呀，你去嘛去嘛，别工作了。好了好了，你去搜一下有什么好吃的东西。好，没问题。好吃的馆子呢，在哪里？在哪里？让我搜你一下。哎，方小妹，安迪，莹出事了。小秋出事了。喂，安迪姐，你们也在回来的路上了？小秋怎么回事啊？莹莹她，哎，不是，就是那个逆琴，这几天总是找理由约莹莹出去，有的时候很晚才回来。刚发了这么条微信，我怀疑莹莹她出事了，被应勤的未婚妻当场给那什么了。我现在正在去的路上。我看应勤的微博，他对他女朋友越来越不满意了，原来是这样啊！哎，你一个人过去行吗？要不然等我们一起啊？这下可滑稽，前女友被人当小三打。都什么鸟事儿啊！等我们肯定完蛋。我告诉你啊，这要是真的，等我们赶到，早让人撕得稀巴烂了。没事儿，我也叫了朋友跟我一起，他还找了几个朋友，我们就直接在那儿汇合。嗯，都是男孩，放心吧。啊，注意安全啊！你自己看情况，有什么不对的赶紧报警。来，放心吧。哎，我先不跟你说了，我们到了，咱们随时联系，拜拜。哎，你好，刚坐这儿的人呢？他们去后面了，好，谢谢啊。你们谁啊？哎，里边不能进。你们干嘛的？哎，你们干嘛的？哎，谁啊你们？别打了，住手！你，爷爷，你干嘛？住手！住手！别打了，谁跟？爷爷，你们干什么？别动！别动！干什么呀？别动！你听没有？别动！别动！老实点！英琴，放！英琴，英琴，英琴死了，大姐也死了。孙子，你今天摊上大事了，一个都别想跑。管管，报警！英琴。